阳明啊，四位支线有限公司啊，哦，修理电器啊，经销各厂牌的电器啊，修理电脑，修理手机啊，哦，服务很亲切啊，老板还很会唱歌嘞，哦，优秀优秀，又在那个下营往麻豆途中，又转进来。啊，过了那个奇美日照中心了，过了不久又转进来。